哎，先生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我这有一封公开的替包产到户民冤喊屈的反动信啊，主编，主编，你看看。千万别瞧不起中国的老百姓。我觉得吧，咱们应该把这篇所谓的希望田野这稿子给他刊登出来，同时配发编者案，狠狠的批判。主编。哦，你回来了。刘文锦。有什么突发新闻吗？没有，对不起，我是因为这封信来的。哦。主编，我这次在安徽山南地区采访，当地依旧在坚持土地包产的实验。我很奇怪，就问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？他们给我的回答是，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，粮食增收了，肚子也填饱了，为什么要停？地方必须听中央。中央也是要按真理办事的。哦，你们说的呀都有道理。这样发内参吧。那这两个大学生的前途就没有了。你认识他们两个？认识。马晨就是那个大学录取通知书得而复失的男主人公。那太好了，你正好刚从农村采访回来，这篇内参啊就由你来写。这个马晨他怎么就不吸取教训呢？一个旁听生瞎操什么心，捣什么乱啊。别说话，让爸先把文章看完。人家已经定性为替包产到户鸣冤叫屈了，你让爸把文章看完什么意思啊？让爸替马晨背黑锅吗？面子天天面。爸，你咱们家的今天来之不易，你不能替马晨出这个头。是来之不易，靠的是什么吗？靠的是咱们要说真话，靠的是咱们的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工作做法吗？爸，您说的对，我也觉得这篇文章就是站在八亿农民的角度说的大实话，并无哗众取宠之意，特别是最后这一段。好的政策是让农民从土里刨出希望，多深刻，是不是？你别跟着捧臭脚。吴欣然，我警告你，你少跟马晨眉来眼去的，他这样冒失对你的前途一点帮助都没有。你怎么现在说话这么功利啊？我这也是实事求是，而且我还提醒你，马晨旁听生的资格极有可能被取消。